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信凯，然后同事都会叫我 Sky， 对，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叫我 Sky。那待会跟大家介绍 GCP Service， 然后用 TerraForm 就是出来蛮久了，对，但是我其实也是今年才刚开始用，对，那在鸿海这边用到的，那这边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人很明显的就是我，然后那个就是我儿子，对，老二，现在有两个小孩，所以没有时间。那我从事工程师的原因是因为说我在之前两次外包网站就是前瞻，然后都失败，对，所以我就干，那我自己下来写，对，然后就当 full stack， 然后从 Ruby on Rails 开始写，那方案，然后写完之后你叫架 server 嘛，那一开始是 Lino， 然后后面就用 AWS。对，那做一做之后就被找去 Amazing Talker 做创业，那这边就担任 CTO 跟 Co-founder， 对，那创业还蛮精彩的，对，那相关八卦就想要问的话就私下再问，对，但是创业之前要先去查一下法院的判决书，有时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名字，对，就是一些好，跳过，这不是太开心的事情。那离开 Amazing Talker 之后，就到 Trend Micro， 对，那在那边 Co-Take SPNT 好像是 Smart Protection Network， 基本上就是用大数据，然后去做一些模型，然后去抓相关的漏洞或者是威胁，这样抓病毒这样子。那离开 Trend Micro 之后，到鸿海工业大数据办公室，那最近又离开鸿海工业大数据办公室。对，在家做 remote 的一个 DevOps， 对，那因为是这两三个礼拜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更新。对，啊，这边大概是简单的一个介绍。对，所以 DevOps 其实是最近才刚开始算专职的做，一直以来都有碰。对，但是虽然说现在是专职的 DevOps， 但是我第一个工作是先做一个网站 ，front-end backend， 然后再加 AWS， 对，所以还是一个 full stack。对，那这边谈就是为什么要做 infrastructure as code。哦，这个在我在那个趋势还有鸿海会有蛮深的体验，趋势比较多一点，因为趋势的架构比较大，然后团队比较多，然后人也很多。对，然后很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会叫你做那个。会叫你估 AWS 的 budget， 对，然后估完就说，哎，再砍个七成，对，然后砍完七成之后再砍个七成，对，很烦。那最重要的是 infrastructure as code， 我觉得可以降低成本，降低成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可以降低成本？是因为说，你可以很简单的去 create， 然后 delete 所有的 resource， 对，这边前提就是假设你的 resource 都是用 code 去生出来的，没有手动去建制的那种情况，对，因为手动建制第一个就是，你会忘记关，对，像趋势科技就有做一个专案，就是，会去把一些没有标 tag 的 EC2 都关掉，所以想必就是大家都会手动开，然后没有关，这是很常发生，那这会有额外 cost， 那另外的话就是，大型团队的话都会有 cost 的 tag， 然后说。这个 resource 它的 tag 是哪一个 service 哪一个 team， 对，然后或者是哪个 function， 这样就可以去估算说每一个 service 到底花在每个地方花了多少钱。那还有你可以统一你的 naming schema， 然后还有可以强制说 tag 一定要不要登的一些internal 的一些规矩，对，所以这个还蛮重要，不然就是到后面的话就一定都是一团乱这样子。那简单的去 maintain 还有 deploy， 这个这也蛮好的。在以前的话就是puppy chief ansible， 对，这边可以帮你设置自动化去设置电脑的内部的系统，对，然后一台电脑，然后设置很多台电脑，然后最后面就是比较设置的就是直接它可以 image 跑下去，对，但这都是一个 instance 或一个 node 里面的一个环境的配置，对，
但是我们现在在 AWS 或 Cloud 上面去管理的是上面有很多的 resource， 对，但是这一部分好像 Puppy Chief 这边就比较难帮上忙哦。那衍生出来的工具就是类似 Terraform， 对，那当然还有不止 Terraform， 等一下可以再还有其他几套。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Knowledge Storage， 对，因为当我之前当过 CTO 嘛，对，也有管过人，对，在管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可以把 knowledge 就是在整个 team 里面传下去的话，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新人进来他进步就很快，然后马上就可以开工，马上就可以有很大量的产出，就比方说我在一个 project 做过程式码，对我写好的 Terraform， 我写好这些 infrastructure 的 code。如果架构没什么太大改变的话，我搬到另外一个专案里面去，然后直接部署，然后直接架构就生出来了，这样就很快。那如果没有这样子做的话，你就要教一个新人，然后从 AWS console 开始一个一个点，把一个一个东西全部都把它点出来。那是一件蛮辛苦的过程，对。然后等到后面你会用影片录制的方式，那录完之后它的画面会改版，对，你要再重录一次，所以 knowledge 是很难被保存下去。但是程式码的话，我们都觉得比较好保存下去，比文件还要容易一点。那 infrastructure code 就是去做 cloud resource 的部署的话，之前我在 Trendmicro 那边，我们是以 AWS 为主，那我是写 cloud formation。那我想要问说，有人写过 Cloud Formation 吗？可以举手吗？不太多。对，然后它有 JSON 跟 YAML 两个格式这样子。对，然后简单的说就是你写设定档，但是说真的就是很难写，然后文件也不是很好读。对，就是写起来真的蛮痛苦的、啊。对，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就把它做完，就是努力做，就是一定会做出来嘛。但是他后来就有改版了，出了一个 CDK， 好像是去年才出的。对，那 Cloud Formation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 YAML 档你写好之后你只能 copy paste， 你没有那个 for each 之类的那些 function 可以用。所以你要复制一个 resource 出来，你就复制然后贴上，然后就以写程式的角度来讲，你就觉得很蠢。所以他们后来就出了 CDK， 然后你可以用 TypeScript， 你可以用 JavaScript， 你可以用 Python， 还有其他语言去写这个 code， 然后去生出你所要的 EC2 啊、MySQL 啊或者其他的 resource。那 CDK 就蛮好用的了，对，我是听我同事用的，我没有用过。对，而且它就是有模组化的功能，它会把一些常用的一些配件直接帮你打包成一套程式码，对，然后你就直接用这个模组，然后就一次不是建一个 resource， 一次就帮你开一群 resource， 对。那在 GCP 有类似的东西叫做 deploy manager， 对，然后它也支援 Python、YAML 还有好不讲，对，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的话，就会是 multi cloud， 像 Trendmicro 的话，我们有 AWS， 也有 GCP， 然后也有那个 Azure。那这一部分的话，目前应该有听到比较知名的就是 Terraform， 不然的话就是自己做。对，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团队，他们就是全部都用 Ansible 去做部署，然后也是蛮厉害的。但是你自己做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hands dirty 嘛，就是你会脏啊，对，然后你没有资源脏，然后没有很好的文件，那后面的人要跟着用你自己手做的这个 framework 去做的话，没有文件，然后又没有人可以问的话，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自己手做的话，其实我是不太建议这样。那为什么会选 Terraform 呢？就是第一个是 multi cloud 的资源嘛，如果你有 multi cloud 的需求的话，对，那好像没得选。第二个是它有一个大的软体公司的 support， 对，那第三个是 stack share， 这边我把 stack share 的那个
列出来。Stake Share 就是大家去 share 说，我有用 哪些 Stake，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它有没有这么 popular 的一个依据这样子。那这边可以看到 Terraform 的话，就是有7000个人用，然后 AWS CloudFormation 有1200个人用，然后比较新出的 CDK 但比较少人用，就是它有13个。那 Google Cloud Deployment Manager 就有20个。对，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它 popular 的一个程度。其实 Terraform 来讲的话，或是 CloudFormation 都还不错。那其实 CDK 的话，它只是写程式嘛，然后帮你转出 CloudFormation 的 YAML 档。哦，还有一个第四点也蛮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到 CloudFormation 很难写，对，所以如果用 AWS 的话，我其实觉得 Terraform 写起来，比较漂亮。好，这边的话来讲一下，我之前工作，因为公司说就是不要讲说，在是不要跟公司扯在一起，对，所以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专案，对，就是这一次的主题就是用我们是用 GCP， 然后 Serverless Application。所以我们没有实体的伺服器，没有像 EC2 啊，或者是AP Engine 之类的东西，或者是Compute Engine， 对，没有这些东西。那 schedule 的去 insert data 到 BigQuery，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类似爬虫，就是一直去爬资料，然后把资料就是塞进 BigQuery 这样子，对，很简单的东西。那爬虫的部分就是写一个 function 嘛，就是这边就用 cloud function 这样子。那有用到 cloud storage， 这也会讲。等一下，因为 Terraform 的话，你一定会用到 storage。然后还有，如果说你要有时候会有一些你要存 low data 的话，也会存到 cloud storage 这样子。那因为是 schedule 就是定时去触发，就是每秒跑，每分钟跑，对，所以会有 GCP 上面就是 schedule 的这个 resource 要用。那最后就是要开一个 BigQuery 的 data set 跟 table， 所以我们会后面会慢慢的来看说，就是用 Terraform 要怎么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写起来大概会像什么样子。那一开始你要用 Terraform 的时候，就是你在一个 project 下面，对，那你会写，你会写一个叫做点 tf 是副档名，点 tf 的档案这样子，哦，那里面就是 Terraform 的那个文件，那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资料夹底下，你第一次的话，你一定要跑那个Terraform init， 那跑 Terraform init 它会做两件事情，一个是download 相关的 plugin， 还有后面还会讲到还有模组，然后还有就是它会产生一个 Terraform cache 的 folder。接下来它会产生一个 Terraform 的一个cache 的一个 folder， 那里面的话，我们等一下看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所以 Terraform 一定执行下去之后，画面就会像就是上面一样，就是它会跟你讲说 Terraform 已经成功的建立出来。接着就是开始去 create 或者是 update resource。那刚刚讲到 Terraform 的文件，它的副档名是点 tf。那在这个 folder 底下，所有的点 tf 档案它都会包含进来。所以你可以把一份档案拆成多份档案。那如果有顺序性要求的话，就跟其他的 CI/CD 一样，就是 depends on 等等等之类的那个语法。那你的 Terraform 文件写好之后，刚第一个动作是 Terraform init，
那再来就是你要实际的去把这些 resource 建立在 GCP 或者是 AWS 或其他的 cloud 上面。这时候你会执行 Terraform apply。那 apply 之后，它预设就是会问你说，他会跟你说我会建立哪些东西，或者是我会修改什么。对，这边有讲到就是 apply 的话，它是 create 或者是 update。所以基本上 90% 都是用这个指令。那他会问你 yes or no， 对，所以你就打 yes， 然后他就会帮你把你定义的资源全部都生出来。所以第一次在写上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对，但写完之后未来可以一直reuse 就蛮爽。对，那写起来还是会比 CloudFormation 再轻松一点，我觉得。那有一个重点就是 Terraform 它会去存一个state， 就是关于它你所建立出来的这些 resource， 它会把这些 resource 的 state 给储存下来。那存在哪里？也就会存在第二行所写到的.tf state 的这个 file。然后这个档案就不能丢，如果你弄丢的话就很麻烦，因为 Terraform 就没有办法再去帮你管理你所建立或你所生出来的那些 resource。那如果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用的话，当然就没有问题嘛，因为本机你 apply 完，然后 state 档案你就存下来，不要动它就好。但是在公司里面的话，你会多人一起 co-work， 所以我建好资源之后，如果其他同事要新增或修改的话，我就要把 state 的档案给他，那然后他再去做 apply， 那 apply 完之后，他再把新的档案给我，这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直接联想到，那这个 state 的档案是不是可以存在云端？所以没错，这个 state 的档案就是我们后面都会把它存在云端，那这边的话就是等一下看 code 的时候会看到。那其他除了 Terraform init 跟 Terraform apply 之外，其他一些command 的话，就是如果要删除就是 destroy， 然后 dry run 的话就是你要先检查看语法有没有正确，就是 Terraform plan。然后刚我有讲到你打 Terraform apply 的时候，他会问你他会先秀出我会更改哪些东西，或者是我会建立或删除什么 resource。对，那你看完之后，你一定要手动去打 yes。他才开始去做动作，但是如果是在 server 上的话，你停在这边，server 就挂嘛，所以的话就会加一个 auto approver 的那个的参数，那他就检查完没问题，他就会自己直接去执行，就不会问你。那接下来就来看看 code 喽。那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多人协作的时候，我们会把 Terraform state 的这个档案存在云端，大家可以共用。那这部分的写法就会是这是一定会写的。这边就是begin 它那有 GCS 有没有？就是表示说我要把 Terraform state 的相关档案，我要存在 Google Cloud Storage 里面。然后存在哪一个 bucket， 那 prefix 的话就是那一个folder 的 prefix 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设定说你的 begin 你的 Terraform state 要放在哪里。那有哪些 begin 可以选？其实蛮多的。那在 AWS 的话，你当然就是存在 S3， 然后 Google 的话当然就存在 GCS， 然后 Azure 的话 Azure 我不熟然后另外当然是就是官方要赚钱，官方有官方的那个 Terraform Enterprise。应该还有一个是 local 啊，预设就会是 local 的。那再来就是我们是在 GCP 上面去建我们的 resource， 所以的话你要给他你的 GCP 的相关的
资讯。对，所以的话，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就要给他你的那个GCP Service Account 的 credential。对，所以就是需要下面这个环境变数。那另外的话，就是你在哪一个 project， 然后哪一个default region 是哪一个？所以这边 provider 的话是我们是用 GCP， 所以就是写 Google。那如果是 AWS 的话，就是 AWS。那我们这个 Terraform 也蛮厉害的，就是我们可以来看，就是有哪些 provider。provider 的话，就是基本大家知道 GCP、AWS、Azure 之外，然后百度、阿里云。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我后来才发现就是Dark 也可以。对，所以 Dark 的话，我们如果在本机要建很多 Dark container， 然后要做联动的话，我们会用 Dark Compose。对，然后其实你也可以用 Terraform。只是我没有研究这样子，那其他的话像 DigitalOcean、Nino、VMware、OpenStack、Kubernetes， 它也可以用 Terraform 去做一定程度的管理，所以我觉得还蛮屌的。大概就是把所有人的 API， 然后全部透过一个 interface， 然后写成 config 这样子。那有一些会是比较意想不到，就是刚刚提到的都好像是云端的一些。服务啊，或是 VM， 对，那这边的话是一般的商业服务，像 Mailgun、GitHub、GitLab、Okata、Akamai。Akamai 是那个做 CDN 的，那 Okata 是做那个权限管理的。然后 Mailgun 是即兴的，对，所以一般公司只要有开 API 出来，我猜 Terraform 都可以去帮他接一个 interface， 然后你就可以用 Terraform 的 config 去做相对应的资源的管理。那看到这边，我觉得还有一点惊讶。对，那我后面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就是它可以去帮你管理你的 MySQL、PostgreSQL， 对，然后 RabbitMQ、HELN， 或者是 Grafana。那这个细节就大家知道就好。然后你有想要用的话再去用。对，就是九成九的应该都是用在 AWS、GCP 或者是 Azure 之类的。然后最后一个是 Triton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服务？对，我只知道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实际，刚刚前面是基本 Terraform 的设定嘛，设定你是用AWS、GCP 还是其他的，然后你的 backend 要放在哪里？对，再来就是你实际要建立哪些 resource， 就这样定义，然后基本上，一个大括号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个 resource 的细节。那它的写法就是 resource， 然后 resource type， 那下一个是 resource name 名字，像那个 dataset 它就是一个名字。那这个的话，它是会去建立一个 GCP BigQuery 的 dataset。那细节的话，就是你给他 ID， 然后给他 friendly name， 然后给他 description， location， 然后对，基本上你如果在 console 上面可以建得出来，在这边大概就可以写出来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是刚刚 BQ 的话 ，dataset 建好之后，我要建 table 还有 schema， 所以。大致上的写法就是没有差很多啊，就是里面的定义不同而已。然后定义的话，就是你见过一次 table schema， 你大概就会知道说有哪些是必填的。那特别的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 schema 我是放在本机端，对，然后你可以用 file 的这个函数，然后去读说你放在本机的哪一个档案。因为你如果因为 schema 很长嘛，它是很长的 JSON， 你有直接用 string 把它放在这边也是可以，但是就没办法读了，对，所以你就会抽出去变成一个 file， 对。那这边是那个 function 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可以看看说 Terraform 它有哪些 function 可以用。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基本的计算 MESMA、AVG、MIN 这些的。对，然后字串在用的 join 大写小写 substring，
然后 collection 在用的，file season， 然后日期跟时间在用的，所以它其实内建有很多的function 可以用。对，那大家都写到的时候再查吧。啊，这边还有 IP 的IP 相关的function。所以其实 这一部分就是 还挺方便的、而且它甚至还有 for each 的写法，这个 call formation 就没有，毕竟它是 YAML 这样子。好，所以我这边就是包了一个外部的一个 file 的档案进来。咦，我怎么觉得少了什么？好，然后刚刚说我们的东西，我要建那个追踪资料存到 BigQuery 啊，然后刚刚 BigQuery 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定期执行，我们需要 schedule 了，然后 schedule 它每，比方说每五分钟触发一次，然后它要去触发你的函数，那函数会写在cloud function。所以 schedule 去触发到 function 这边的话，是透过 GCP 的一个 pub sub。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至少要建立的资源，就会有 schedule 的 pub sub， 然后跟cloud function 这样子。嗯，那这边的话就是模组化的功能还蛮好用的，基本上就是你如果常常写一个东西的话，对，你就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模组。对，那接下来你就只要定义好它 input 要有哪些东西，那就可以把你很多行的乘上来，就是变成少几行。对，那模组的用法，基本上就是下面这一段乘上来就是模组的用法。对，那你模组开头，那这个是模组的名称，模组 type。那下面的写法，你基本上就参考说这个模组有哪些东西是必要的，但有几个必要就是source 会是写说这个模组来自哪里，然后 version 会是模组的版本，所以当一个模组要升级的时候，你就会是把它的 1.5.1 这个版本号改成 1.5.2， 对，或者改成 1.6， 然后你再重新 terraform apply 就好了。那如果没有好的话，就是它有break， 比方说它可能新增加了一个 input， 然后是 required input， 那你这时候就坏掉了。所以这时候你除了改版本号之外，还要去看说它的那个input output 有没有变，那如果 input 有增加的话，你就要又是 required， 你就要去增加那个 input。那西部模组的定义的话，像这个的话是参考这个 Terraform Cloud schedule function。那好，这边 readme， 那下面的话它就会列出说，就是它有哪些input， 对，那 required 的或者那 default 值是什么 ，type 是什么，对，所以你把你需要填的把它填进去，然后就生出来就好了。那这件 call formation 很被诟病一点，就是这要做这样的事情很难做，你基本上只能用复制贴上。对，但是在 CDK 之后，这个问题应该就改善了。那以 function 来讲的话，像这边因为有去定义 schedule， 所以这边就有那个schedule 的写法，然后在 function 的部分就有 function 的 name 是什么，然后 function 的 runtime， 这边 runtime 我们是用 Python 3.8。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一般 function 或者是 AWS 的 lambda， 你在 deploy 一个 function 或 lambda 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程式码就是打包成 zip 档，对，然后再上传上去。但是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就是你的function source 的function source 你放在哪一个资料夹下面，对，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个资料夹给他，那他就直接帮你把整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打包，然后帮你上传上去变成一个 zip 档，然后
部署上去。我觉得这个功能就是超方便。但是一般我们自己做 CI/CD 的话也会这样子做。那我们其实会是先打包成一个 zip 档之后，然后放到 GCS 或者是 AWS 的 S3， 那再来去建一个 function， 然后跟他说我的程式码在 Cloud Storage 的哪一个位置。所以其实他你有去看他细部的运作的话，他的做法也是一样，就是这边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它自动会去帮你建一个 GCS， 然后帮你的程式码打包成 zip 档放在里面。那当你这个 function 被砍掉的时候，你下 Terraform 那个 destroy 把你的 function 还有其他东西全部砍掉的时候，这时候它也会同步把你的那个 cloud storage 给砍掉。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写法，在 project ID 这边，它这边写 local 点 gcp project ID。那这个 local 它是一个变数，它里面是dictionary。那它的写法就是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会 定一个 locals， 就是 本地变数这样子。那你下面可以写 很多个变数，然后 key value 这样子。那在其他地方你就可以用。再来是刚我是用模组，就是一次把那个 function、pub sub 跟 schedule 全部建完嘛。那你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一个分开建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对，那 function 是比较长，这也是主要内容。function 要建立的 resource 其实不止这些。对，你有去看它的官网的话，它相对应要建立的 resource 还有其他的。那另外一部分，我觉得Terraform 会蛮多人用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真的会比较好入门，因为像我在看这样说可能也不太准，因为我是从 CloudFormation 过来，我已经就是经过 CloudFormation 的洗礼，有一些基本概念。对，但是相对应的，我觉得在看 CloudFormation 的文件跟在看那个 Terraform 文件 ，Terraform 这边文件算是比较好读。对，他就跟你说我有哪些参数可以填，然后每个参数是什么意思，然后有哪些选项。比方说他这里128枚256枚，就是他把选项都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直接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再看，就是其实很快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刚刚是用 Event Trigger， 所以是去 Trigger Pub， 从 Pub Sub 那边去 Trigger 这个 Cloud Function， 所以你只要填上 Pub Sub 相关的那个资讯这样子。然后 Scheduler， 那时间到你要去 Trigger 哪一个 Event， 那最后是 Pub Sub， 那 Pub Sub 比较简单，就给他一个 Topic。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当我们从一个，除非你整个 team 一开始从现在就是从 Terraform 开始做，对，不然的话你一定有一些 resource EC2 或者是 Fargate 什么之类的东西，你已经在既有的 cloud 上面。那这时候你不是从零开始的话，那既有的那些 service 怎么办？你不太可能说就是全部把它归零重建，然后打掉重来，会有点麻烦。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它就有一个import 的功能 ，Terraform import。那简单的说，就是你先把你的 resource 的内容先写好，对，就是 resource， 然后 resource type、resource name， 然后定义好之后，你就去下一个指令叫做 Terraform import， 然后下面那个 i-abcd1234 是那个就是那一个已经存在的那一个 instance 的 ID， 或者是它的key 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它就会把你的这个 resource 加到 tf state 那个 file 里面去，那你之后就可以跟它一起用。
那在 troubleshooting 的部分，其实这边没什么，但简单就是你在做 Terraform apply， 然后会失败嘛，然后它相关的 troubleshooting 其实跟因为就是 API 回过来的，所以就其实蛮好看的。像这个的话，就是说你的 Cloud Resource Manager 这个 API 你没有开，所以你去把这个 API enable 之后就好了。对，然后就再 apply 一次，然后再报一个错误讯息，然后你再改一下，对不对？通常大概都是 permission 或者是API 没开之类的。对，然后这是我大女儿，今天就是来晒小孩的，还有一只猫。好，谢谢大家。那有问题要想要提问吗？欸，你好，我之前在前公司有写过就是 cloud formation 的东西。那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情况是，例如说我们 deploy 一个 template， 然后那因为我们就是 infrastructure as a code 嘛，所以可能会有写错的地方。那当以 confirmation 来说，他写错必须要做 rollback。那我不知道 Terraform 他在，例如说你写错的时候的 rollback 机制，它是怎么样 support 的？这样可以请教一下吗？我不太确定你写错，然后你写错 rollback， 但是因为说就是那一个资源建立不起来，所以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上一个资源再建回来嘛，对吧？就是假设说我现在不需要某个 instance， 然后我把 instance 的那些 call 砍掉了，那所以那 instance 就下去了。然后我现在想要 rollback 到前一个版本的，算是 template 那些 infrastructure 的 template 吧。我的使用情境比较像这样。哎，你已经把它砍掉，然后你要再把它建回来的话，那你 cloud formation 也是要再把它加上去，然后再重新部署一次，不是吗？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使用 AWS 的时候，它有算是 versioning 的东西嘛，就是你可以对某些东西做 rollback， 不过比较像是 AWS 那边的功能这样子。就我所知，就是 Terraform 这边没有 version 相关的东西。对，所以他就是全部用 Terraform State 去做管理。所以如果像刚刚的情况，那你写错的话，你把它看，那就是在 Terraform 的 code 里面再把它加回来，然后再部署一次。哦，好，了解，谢谢。然后我另外分享一下，像我们现在的公司的话， Terraform 的模组就用蛮多的。然后我们的 GitHub 上面就会有，一个 Terraform 模组会是一个，一个什么，会是一个 repo，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 Terraform 模组，然后在整个 team 里面大家可以共用这样子。那另外再补充一个就是，因为我在部署的时候会有，比方说Dev 的版本，然后 Stage 的版本、Production 的版本会不一样，所以 Terraform 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Workspace， 对，就是你可以定义不同 Workspace， 然后去做不同版本的管理这样。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比方说我女儿几岁之类的，她现在3岁。请。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使用 Terraform 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就是会有权限 GCP 的权限设定的问题吗？比如说我可能很多 service， 那我用比如说 GCP 的 workload identity 或是用 service account， 它可能需要设定一些权限，那这里可以透过 Terraform
去完成，还是你们会怎么去设定这些不同使用者的权限？基本上，因为像大部分人都会，你想要 infrastructure as code， 大部分你大概都会用那个 CI/CD server 去做部署了，对，所以 CI/CD server 在部署的时候，它可能要建很多资源，所以它的权限通常都还蛮大，对，所以相关所需要的权限就会写在那个，就会开给那个service account， 对，所以这个 service account 的权限最大。所以 CI/CD 就是一个最大权限，然后他再去分小的权限给个别的 service account， 是这样。分小的，不是说分小，就是设定其他人权限。除了部署之外，其他就是 user 啊，然后 user 权限都小小的，对，就是只够你开发用，对，然后有时候开发还会绑手绑脚这样子，对。好，谢谢。像我之前在 TrainMicro 那边的话。也是只有 CI/CD 会去碰到 production server， 对，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 CI 的话，就是可能做 view 啊，做 test 啊，对，那不是很多人都会去做那个 CD 的部分，但是像我们开发的工程师没有办法碰到 production 环境的话，那你就不得不要去写那个 deployment 的 script。那我这边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的工作，大家已经有去写那个 infrastructure as code， 不管是Ansible 啊，还是Terraform， 还是 CloudFormation， 对，就是你觉得你们的团队就是已经有在做这一部分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吗？刚刚至少还有一个人举手说他有写 CloudFormation。okay， 那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边。好，那我们谢谢讲者为我们带来讲解。